steady. Even gold won't turn your tide. We float again. 大家好，我是 Jordan， 很久没来逛台北星光三月新天地这里了。从三级警戒以来到现在都没来逛过，今天来这里逛一逛，顺便这边吃晚餐。现在在 A8 馆 V2 的美食街，现在疫情比较稳定了之后，现在大家都敢出来玩或出来吃东西了。现在内用的部分也都开放很多了，虽然说还有装隔板。现在在微风附近这边，现在看到这个行道树还蛮漂亮的。我本来以为说这次是因为因应圣诞节，但是减少说一直都有。刚刚在美食街，因为每个桌子都已经有人在吃饭了，那我又不喜欢站在那些吃饭的人旁边等他们吃完饭，不想给人家压力，所以我们出来外面找。现在这边是忠孝东路五段，这边有一家站着吃烤肉，蛮多人在排的。结果我们来吃永吉路30巷的滇味厨房，有汽锅鸡，还有过桥米线，滇味料理。刚刚吃完了，这一家在 Google 上有1000多个评分，平均分数是4.1颗星，差不多4.1颗星差不多。我们现在再回去逛星光三月喽，微风。星光三月 A4 馆，今天晚上蛮热闹的。明天是万圣节，不晓得跟万圣节没有关系。这些人打扮很特殊，晚上可能有万圣节的 party。想负责任，为了爱创伤。A8 馆，3分钟艺术人像，自由付费。来逛星光三月这边的人啊，穿着都蛮敢穿的，很多都穿得蛮时髦的。在今天万圣节，很多也都是应景的，穿着万圣节的装扮过来。
君の
街头画家。能否遇上虚掷一生深情，能不能又再一次相遇，想见你只想见你，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，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，人海里想你，用尽了我这心机，推理爱情最难解的谜，会不会你也和我一样再等待一句我愿意。The day is breaking softly and